1718中午大考 MC 的第14題。嗱，呢度咧就係話咧係有兩條嘅平衡嘅兩塊嘅平衡電板。吳小剛佢走啦。OK， 咁咧，於是兩邊嘅電勢差就係 V。咁兩邊應該係話呢邊嘅電勢就係正 V， 呢邊可能就係、是。接咗地就零咁樣樣啦，而兩個嘅距離係 D。咁如果而家個題目係問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話，如果而家個電場係希望係不變嘅話，邊一個圖最能夠顯示電勢同埋呢個距離嘅關係咧？咁同學知道咧，就係、是、咧電場咧，如果係平衡電板咧，我哋用翻誒呢一個。的公式平衡電板就是 V 除 D， 那如果你希望個E 是常數，那就是說 V 即是你希望這個是一個不變的數，那 VD 的線圖的斜率就是 V 除 D 啦，所以其實應該斜率是要不變，所以是應該要一條的直線是斜的直線而穿過零零的，所以最合適的答案就是 C 了。